好啊，免费抽点奖，每天给大家多那个都能抽点奖，也不用干嘛，扫扫二维码下载下游戏，好玩玩一玩，不好玩也可以不玩，都可以的嘛。咱也不像那网视频网站，你看点广告完事儿，你还得买个 VIP 啊，那不用。发发弹幕，参与一下抽奖就可以了。全军出击！林立的长枪在麦田面前躁动不安。还给自己赚钱找借口，我赚钱有毛病吗？找啥借口啊？战争之道在于听见自己的心跳，知道你还活着。我不扎你吗？鳄鱼 A 接扎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扎，接扎。A 接扎，扎一下，踩住 O 点燃接扎，闪现一脚，鳄鱼带的点燃啊，所以我们推线没什么问题呀。哎呦，黄金甲！满城尽带黄金甲，死一把了吧？我一看那红没打，蓝也没打，那黄人打啥呢？一开始他打的哪个野呀？他打的对面的蓝是吧？哦。我这个一看红也没打，蓝也没打，然后升到二了，这是怎么升的呢？即使寒冷，处理高山我并不需要。我操！踩住 ，OOO 接扎，我扎，插个眼儿，跑了，回家我们空手线儿吧。这种兵线回家他就血亏，让他回吧。就不存在失败。我大招应该不是智能施法，一会儿飞的时候别忘了。哇，这扎，再扎，踩住 OOO 接扎，没我乐鱼扎 A 扎，必须稍微差了点，这不是点燃给我吓着了。这鳄鱼不是又回家了吧？
一抽，哇，漂亮！中单佛爷哥，我算了，不吃了，我扎你一下！哎呦我！还追啊，我有皮孩，你有吗？你连个皮孩都没有，追什么玩了？不如好好补波兵，真的。我还是喜欢木印潘神，所以我决定还是来个木印，来个德克萨斯木印。真的难以逾越，甚至不一定真的是神。中路能不能赶上一波？费点劲不行，中路打不死。哎，他把E用了，咻！踩住哦，接着，挡不了防御塔。刚好伽利奥把技能都用了，耶！还绕一圈，我的天哪！因为万物都会出现，所以攀登是我的。踩住，哦哦哦，接扎，我扎平 A， 四三二一，他的死亡倒计时，他居然。他居然想到了。我们生长在暗夜和心灵的夹缝中，但我们必将凌驾万物。Shut dow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魔切呀，魔切潘森。也行吧，魔切潘森，潘森是可以出一个那个女神之泪的，只不过八分钟再出是不是有点慢了呀？算了，慢了就慢了吧，慢了我也出一个，这把我们家应该挺好赢。慢了我也来一个，先来个女神之泪。普通士兵，太慢了。出一个吧，也不合成，我们就慢慢的，就算是给我们家拦了，慢慢来，慢慢叠吧。每一天的黎明都是诸神的黄昏，我那时的凡间比星辰更明亮。我扎，我再扎，平 A 踩住 A， 接扎，点燃接扎，接平 A， 死了，来了佛爷哥，不成功变成人。该我吃塔皮了。我看中路能不能飞啊？没事儿，那伽利奥来了也没用。闪现！啊！这家伙！我寻一共就来个伽利奥呢，我也没寻思能有这老些人儿，为什么不早说？
早为什么不说这么老些人？来了个，要我扎死！还会向天界的名字。每当仰望山巅，如堕深渊。你怎么没打过他呢？你发什么信号？我杀那嘎里奥去了。我扎踩住 OOO 平 A 接扎银马可能会来这边，吃我的塔皮呀、啊、老那鱼。我扎踩住 A 接扎，我这带暴击的兄弟，怎么的又来了？又是俩人一块来的啊？吃一堑长一智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俩人不一块来有个屁用？你让他来那银马，我操，这银马上十个，快跑！回家。他怎么杀了十个人呢？那十个人都是哪来的？看来我们这把得来个布甲孩了，不能西地孩了，西地孩可打不过他。他们家一共十四个头，他拿了十个。哎呦，把银马杀了，漂亮！我握起长枪，瞄准天际。防御塔的城墙已经脱落。这鳄鱼还要出破败呢？利用敌人的毁灭。哇塞！我再扎，踩住 A 点燃扎，耶、yeah. ！我希望银马不要来，求求了，好吧，我希望银马不要来。有点害怕呀，先把布点还除了，除完以后来个这个，这波下路看来我们得来一下子了。抖咻，踩住 OO 接扎，平 A， 你吸他 A 接扎，打小龙，
这超了，拉克斯帮我再勾引一下那德莱文啊。你再帮我勾引一下那个德莱文，我把大树杀了以后完事我直接跑。德莱文几个人头啊？德莱文六个头，还行吧。下路这波最好是别打，别打扫人啊！只要会流血，就是我的手足。对面这不得五六个呀？这不是？啊，这银马。他应该打不过银马，我们把中路推了吧。鳄鱼搁上路，银马也搁上路，我们把中路二塔推了。我来预判一下啊，飞一下试试，没有预判到，那就杀鳄鱼吧。踩住 OOO 加扎平 A 加扎 A 加扎平 A 踩住 A 加扎1108。哎，这里边有树人，我是不是得来个魔切了？哎呦我的 AD， 哇这 ADC 呀，德莱文怎么死的呢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有点局外人的感觉了。Shut down。不行，这远程 Q 没有近战 Q 伤害高，好像。嗯，远程 Q 没有近战 Q 伤害高，有伤害减免。踩住 OO 接扎，快点扶一下哥啊！虚区真高啊！给我下档了，我下档多少钱呢？还行，我就150块钱下档，没多少钱。哎，我9-2怎么下档的才能150呢？为啥我队友都是正常人，而你的队友，我队友也不正常，有时候这玩意儿呢是看运气的。这波得来打小龙团战，
先扎，我扎，就我一个人，他俩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其实我打不过他俩，他俩以为这一波能有人呢，那咖喱奥上来直接就跑了。潘森有这一点好，当你飞的时候啊，别人很有可能不知道。我踩住 OO 接扎接平的挡住接扎，我会记住你，还会向天界高呼你的名字。我是长青的先锋，百折不挠。应该有蓝 buff， 就把蓝给他打了。嗯，没有蓝，有个蛤蟆。哎呦我这银马，这波没有 OOO， 你早说你要杀他。千百次找到自己新的极限，而我仍旧一心前行。我就差一点儿就能满了这个。哇塞！扑克流潘森，来，哎，对，好追，先杀银马，踩住，哦，接扎银马没有大，哎，接扎接平给，哎呦我操，这狙击，回家守着那银。出个魔切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那鱼是心态爆炸了，我一看，我是扎，我是390，来那鱼扎平 A 踩住 OO 加扎接平 A， 哎我这那鱼差点给我杀了，这魔切也没什么用啊。出点啥呢？来个青雨吧。人若品尝过神的恶毒，就再也说不出甜言蜜语。哦，破败，破败也行吧，破败。我们试试抓一波德莱文，咻！吃个药，哎，踩住，哦哦哦，接扎，哎，突突突突突！这波一定要等他先 E， 我们再去踩去，否则就会被打断，知道吧？打断了就完了。一接一，找到鳄鱼，踩住 A 接扎，接平 A， 突突突突突突突！接扎 A 一下，平 A 踩住 O O O， 接平的闪现。我扎死你！他们杀死我，至少我能以凡人之躯赴死。哎呦！
来个赛瑞达的怨恨。Dominating。在我的身后有一座农场，不知道火炉上是否摆满面包，也不知我是否。感冒了。是不是零下十度开窗户就稍微有点问题？咻！我们先杀这嘎里奥，再杀这德莱文。再来点感冒灵了。没问题，但是零下十度穿短袖就有问题。